才保住了妙善的一条命啊。哎呀，姨妈，可这不关我的事啊。啊，是呀、啊、说起来这事也怪不得大王和娘娘。娘娘当时要是清醒的话，是绝不会让三公主离开她的。娘娘醒后知道此事，寻死寻活的呀。这十几年她是日日思念公主，每日都流着泪度日啊。几千个日日夜夜直哭得心碎肠断，公主慈悲为怀，有一颗孝女之心，难道就真不听父母之命吗？如果公主真要是撇不下山乡和你们这双亲，等与大王娘娘相会后还可以再回来吗？孩子，当初的事怪不得大王和王后，现在既然他们来接你，看来真为一大白天下。本来娘救你出来也是想保住大王的骨血，早晚让你们母女团聚呀。爹娘的养育之恩我齿难忘，我绝不离开你们，带我去宫中与父母相会，我即刻就回来。娘，妹妹果真要去，那我就陪她同去，同去同回，以防万一。哎，这是内宫的家事，你怎么能去呢？哎呀，大侄子，你要是去了也进不得宫内呀。是啊，你别忘了大王和娘娘可是三公主的亲生父母啊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还是我一个人去吧，如果其中有诈，怕哥哥去也无济于事。你们就放心好了，这真金不怕火炼，有佛祖保佑，什么也难不住我的。齐望，我换了衣服随你登城。那好好好。你母后啊特意为公主赶制了可心的衣裙，是按照她梦中想象你喜欢的样子做的。龙女，给三公主更衣呀、啊、嗯。妙善，娘，我会回来的。好，爹。请。妙善，你可一定要回来啊！你一定要回来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会回来的。我就等着你，你可得回来呀，孩子，一定要回来呀、啊！妙善，等着你呀、啊，我等妙善，我们等着你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回去吧，慢走啊，孩子，回去吧。妙善，小心，你可回来呀、啊！回来啊。起轿。公主登城。妙
妙善，妙善呐、啊，你可回来呀、啊，孩子。回来呀、啊，回来呀、啊，妙善，多多保重。妙善。贫女诚心接驾三公主，信女妙善久居深山，信佛修行，近日到白雀寺朝拜，有老主持多多指点。都是佛门弟子，不用客气，请随我来吧。哎呀，霍公子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真乃国色天香，绝代佳人的。哎呀，公子，你要知道，丞相与这女子呢是不共戴天呐。丞相是要设法除掉她。哎，你呀，休想打这个女子的主意，你快走吧啊！快快快，快走吧！哎呀，快走吧。到那边去，快点！公主，公主请啊！
公主，快请。里面请。请公主在此歇息。贵娘，怎不见父王和母后？你们究竟作何安排？齐军师啊，只吩咐我和龙女好好在这侍候着公主，让公主啊多休息几日，待公主养得滋润些了，再安排公主与大王王后相见。公主皈依佛门，可趁机在白雀寺静修诵经，有事尽管吩咐老尼就是了。我在山中修行，苦于无人指点，今有幸居住在大寺中，又有主持开导，也好早日探得佛门真谛。阿弥陀佛，善哉。佛门乃清净所在，何用兵丁看守？不要多嘴，公主待在那寺庙，你就得看住她，当心她跑了，小心丞相要你的脑袋。寺庙圣地，岂能做囚笼陷阱？这是霍丞相的吩咐，老太后的旨意，你办也得办，不办也得办。罪过，罪过。速召罗宾前来见我。是。参见大王。参见大王。快快免礼。罗宾，究竟把三公主弄到哪里去了？大王，三公主昨日已被齐望持圣旨从大香山接走，现在安置在白雀寺。齐望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假传朕的圣旨。陛下，快别说这些了，齐望有老太后为他撑腰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不过把三公主安置在白雀寺也好，离王宫不远。陛下，我们是不是想想办法去见见女儿啊？现在白雀寺里里外外全是霍丞相派的兵马看守，王后一去，老太后肯定会知道的。把三公主交于霍府看守，等于把三公主置于虎口啊。我去见太后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却连见女儿的权利都没有，还称得上什么大王？太后不信王儿，却信霍宇，这成何道理？大王慢，以臣之见，先不要去见太后。太后脾气固执，要她马上改变主意也难，闹不好反而对三公主更不利。现在是保全三公主的安全为重，应速派御林军前往，与霍家双兵把守白雀寺，以防霍宇下手。另外，大王可以霍宇讲明，若霍家保护不周，三公主有个三长两短，内宫绝不轻饶。命寺中玄真师太好好照料三公主。你看，罗宾，速点百名御林军前去白雀寺，保护公主。遵旨。
妙缘见过姐姐。啊，免了。什么风把你吹来的？啊，我们是特地前来看望姐姐和姐夫的。请。快请。请坐。我们孔蒙一向都佩服大姐夫，说大姐夫是名英雄，武艺超群，英勇果敢。妹妹夸奖了，武大雄不过是一介武夫，妹夫满腹经纶，才华出众，那才是可喜可贺呢。姐姐过奖，小生不过是文弱书生，懂些诗文而已，武元乃是英雄盖世，小生如何能与姐夫相比呢？哎呀呀，一个个举文绝字，酸文假醋，客气什么？妹妹妹夫这次来府定有什么缘由吧？姐夫真是快人快语，不知姐姐姐夫听说了没有，三公主妙善找到了。妙善？真的吗？啊，他还活着？嗯，我们也是刚刚听说的。据悉，霍丞相假称父王之意，把妙善接到了白雀寺。白雀寺？去那里干什么？霍丞相之人做事不简单呐，此事禀报父王了吗？父王已经知道了，派罗宾前去守护，否则我们怎么会知道呢？父王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武大雄？父王也没告诉我们孔蒙啊，是我前去请安的时候碰巧听说的。罗宾？罗宾能干什么？自家的公主为何不让自家人接回来？这是老太后的旨意，让霍宇派兵去把守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又能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为此事前来与姐姐商议的。母后的心中一直都惦念着妙善，妙善若是接了回来，母后定会欢喜万分，父王也如此。行了吧，两个驸马就不少了，难道还要再招一个不成？啊，我们也自然欢喜，妹妹失散那么多年，一直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如今安在，咱们姐妹还能团聚，真是福分呢。就是嘛，所以我们想不如请大姐夫前去帮着罗宾把妙善接回来。什么？老太后的旨意我们岂能违背呢？只是父王未有令，我们不能擅自行事啊。姐姐言之有理，有父王的保护，咱们三个姐妹一定能团聚的。啊，此次我们顺便带来了些家乡小吃，送与姐姐、姐夫品尝。啊，荔枝，真新鲜。师太，今日贫尼特为公主备些新鲜素斋，请公主尽斋吧。这两天每日这样有劳师太，戏女实在过意不去。戏女从小砍柴烧饭，采药耕田，无事不做，劳作惯了，寺中杂事戏女完全可以分担，师太为何不让我去做呀？公主如此金贵，贫尼怎能让你去做那些粗活？过去的苦乃是劫难，如今公主的身份已明，想些轻浮也是苦尽甜来，自己积德的。恕戏女直言，师太所言差矣。公主本不该
与普通百姓之女有所不同。一颗灵魂转世为人，投胎何处皆由前世因果缘分而定。今世身不由己，但修得今世善果，不造后世孽债，则是帝王将相、黎民百姓相同的本分。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，贪利忘义，谋不义之财，图权贵，伪良心，伤天害理之人，虽一时一世得计，自鸣得意，岂不知早已种下恶因，迟早要遭恶报的。来世恶果也皆因今世所为所致，而人如能多做善事，救助他人，用自己的劳动造福于世，造福于人，积得善果才是乐事。轻浮未必是福，劳作并不是苦，人是苦海，苦就苦在不晓得人生真谛，心术不正，贪欲之心，事理不公上了。信女所言，师太以为如何？妙善呐、啊，你很有悟性。刚一见面，我就看得出你是个非凡之人。刚才凭你那一番话，无非是想再做试探。实不相瞒，玄真虽为寺院师太，但终日只顾率弟子诵经拜忏，对深奥佛学并不精通。当年我师父了空圆寂前，将十卷经书传于我，放置藏经楼，等遇见极高悟道之人和佛缘极深之人才可诵读。今天我把他带来了。妙善，你劫难未了，自己要小心，好自为之。寺院杂事不是凭你不让你干，而是让你苦研经书，更为世人所需。愿你早成正果。弟子妙善，明白。禀丞相，罗宾手持兵符，带百名御林军骑马朝白雀寺方向去了。是丞相，看来宫中已经知道了。爹，王虎王豹怕是打不过他们，快快再调些兵。孩儿得把那军妞抢到府来，那妞是我发现的，总不能便宜了别人的，是不是？混账，休得胡言。有太后的懿旨在，谅他们不敢抢人。不过有罗宾的保护，我们就很难下手了。这样再拖下去，难免那个妞就溜掉了。这事儿好办，可以让太后再下一道旨意，叫那妙善削发为尼。妙善口口声声信奉佛门，叫他出家，哼，他必无话可说。既出家，谁也就接不走他了。到时候我们轻而易举择机下手，怕就怕罗宾他已经去了，不等太后的遗旨到就把人给弄走。当年罗宾不就是这么干的吗？这事容易，你速去找太后下懿旨，我这里设法拖住罗宾。Thank you.
什么鬼天气，漫天浓雾，三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过去这里从没有过吗？嗯，这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听寺中尼姑们讲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雾，而且雾气中还隐约有鬼哭狼嚎的声音。这两天我只顾研读经书，全然不觉晓外面大雾弥天，让我出去瞧瞧。哎，公主还是不要出去的好。龙女，为什么我一出屋你总要阻拦我呢？不是。龙女，是不是有人这样吩咐过你啊？贵娘这样吩咐过。贵娘到底是宫中什么人？她哪是宫中的人，她是霍丞相的管家婆，我也是霍府的丫鬟。我与父母前来相聚，宫中不派人来，反倒由霍府派人。这些天为什么父母的音信都没有啊？公主，你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样霍丞相会打死我的，他只说让我寸步不离看住你，什么都不要说。这些大王和王后都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他们根本就没想让你和大王王后见面的。哦，原来是个圈套。求求公主千万不要声张。好妹妹，谢谢你。但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告诉我？因为我这几天来看出你是个好人，公主这样仪态端庄，贤惠大方，这样笃信神灵，虔诚佛经，根本不像丞相齐望所说是妖魔投胎，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才像妖魔呢。尤其是霍丞相把你视作仇人，说有你没他，因为早晚你要妨碍他的事，因此一定要除掉你的。我会妨碍他的事？我在相府当丫鬟，端茶送水，偶听几句就能听出霍丞相有狼子野心。站住！霍家军奉太后之命在此看守，不准任何人靠近半步，谁不准进！有大王亲笔手谕在此，谁敢阻拦？
师太有礼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有何贵干？师太，我奉大王娘娘之命前来护卫公主，不知公主现在可好？公主现在一切平安，下榻在后院云房中。公主在寺中，一切就托师太照料了。请回禀大王娘娘放心。只是，公主安危，由霍丞相派兵道道把守，该是丞相负责，凭你无能为力。我要亲自到云房见见公主。好，请将军随平姨来。慢。罗将军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我奉大王之命特来护卫公主，军师不在军营，跑到这里干什么了？你有大王之命，我有太后的旨意，三公主的事，大王他说了不算，就用不着罗将军你来操心了。啊，你好大的胆！查，妙善孽根未净，妖气犹存，为防止在深山为害，特将妙善贬入白雀寺，择日削发为尼，永不得出寺。此事交霍与齐望二臣兼办，除霍齐二臣外，寺外所有人不得与妙善相见，违者死罪。上至君王内宫，下至臣民百姓，概不能免。令白雀寺同交霍丞相派兵看守，除此之外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切切此令，违者当斩。看看吧，这可是太后的亲笔。我这里也有大王的亲折手谕。太后是太后，大王可是一国之君。大胆！太后乃大王之母，一国之君更该遵从孝道，连大王都晓之此理，你敢在此胡言乱语？你知道，太后遗旨，白雀寺由霍丞相、齐军师派兵监护，罗宾所率御林军不得留守，速速撤回，违者立斩。罗将军，听到了吧？这里的一切由我负责监护，还不快快撤兵？怎么，你还要抗旨不成啊？你，那我可要按照太后的意志办了。公主既交于丞相与你监护，那么三公主如有三长两短，大王饶得过你，我罗宾绝不饶你。请罗将军禀告大王，三公主是大王的骨肉，齐望怎敢不尽心竭力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公主，师太让送此经书给你，吩咐马上送念。
站住！你到公主房间干什么去了？啊，嫔尼派她去检查公主诵经的情况。哼！妙善，齐军师来看你来了。啊，哈哈，公主这几天可好啊？啊！佛门境地，一日三餐诵经拜佛，有何不好呢？只是你原说我父母要到白雀寺超见先皇，与我在此聚晤，时下已过五日，为何仍不见我父母的面？啊，原来公主还惦记着和大王娘娘见面的事啊！实话告诉你。原来大王和娘娘是要在这儿见你的，只是老太后又下了一道遗旨，命你先在白雀寺剃度修行，什么时候修行好了，什么时候再一见面的事吧，啊？诬陷之词。妙善概不能受。哎，受与不受并不重要，太后遗旨已下，你就别再摆公主的架子了啊，还是准备准备早日削发为尼吧。啊，妙善虔诚奉佛，明心可见，是否出家全凭自愿，岂能强迫？你这样为虎作伥，蛊惑人心，荼毒黎民，加害于人，有何资格在此谈佛门之事？你要真晓佛的存在，尚存半点良知，就不要参与阴谋，让我回大香山去。哼，回大香山休想。宣真师太，凭你在，明日就把他给我剃度了。军师急不得，佛门有佛门的规矩。哼，公主出家之事，凭你择日办了就是了。什么穷规矩啊！一个月之内办不了此事，惹怒了太后丞相，你可要小心点儿。龙女，啊，奴婢在。你给我严加看管，出了差错扒你的皮。阿弥陀佛。少吃点吧，别饿坏了身子。人世如此险恶，让我如何吃得下饭？公主这样虔诚善良，佛祖会保佑你的。大雄宝殿佛光普照，哎，龙女，你能否陪我到大殿去礼拜？公主不知，现整个寺院重兵把守，哪还有寺院的样子？后院和大殿前都有重兵把守，我们出不了后院，更进不了大殿，怎么能去做佛事呢？龙女，你去休息吧。不，去吧。